OK，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有请 Roger 为我们颁发就是北亚区的最佳那个影音广告奖。好 ，The next award is North Asia Best Video Strategy。The first merit award of North Asia Best Video Strategy goes to Travel Living in North Tohoku. Congratulations! 现在我们有请电通国华 Art Director 陈世文先生来为我们代表领奖。恭喜！非常恭喜陈先生 ，Congratulations。OK， 好 ，Thank you so much。好，感谢感谢。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颁发的呢，就是这个奖项的大奖呢 ，The Outstanding Award for North Asia Best Content Marketing Campaign goes to Travel Living in North Tohoku。Congratulations。那现在我们有请上台。领奖的是电通国华 Account Supervisor Mr. Randy Tang， 恭喜恭喜 Randy， 好，好、oh, 掌声鼓励，俾啲掌声啊！我哋台上面嘅 Randy， 好，恭喜晒 ，Thank you so much、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电通国华。那刚才也谢谢大家就是今天很谢谢评雅虎的评审有给我们这个这么高度的评价，对，然后我这边呢要特别感谢我们客户Kandono Gentiono Minasama Arigato Gozaimasta， 就是说客户在我们这个在经费的这个限制上呢，我们到日本北东北二十天拍了50支短秒数的影片。然后在这个东北冬季的这个暴雪当中，也很辛苦我们的工作团队。那就是也感谢我们工作团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创意，然后有一个加上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tent。当然，在就是雅虎的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这 content 有一个很好的发挥。那这边呢，我要谢谢大家。那我是来自台湾的电通国华，谢谢。Thank you。谢谢来自台湾的电通国华，谢谢 ，Thank you so much。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电通国华的创意小雷。那这次我们的 Travel Living Campaign 可以得到雅虎 Big Idea Chair 的奖项。当然，首先我要感谢雅虎，再来一定要谢谢我们的客户，就是日本观光厅给我们这个机会。当然，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们的制作公司波谷，他们真的很辛苦，跟我们在短短的20天之内拍摄了50支的影片，真的与我们并肩作战。我再次要感谢他们。最后，我要感谢日本东北的居民，这次给我们很大的协助。那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日本的二线城市去走走，那边真的很适合人们去旅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电通国华的 Randy。很高兴我们来去北东北日本新生活，这次能获得雅虎BIC 评审的高度肯定。那我们这个案子呢，执行的时间非常辛苦。那我们在短短2个月内呢，就是从前置的作业到后方的执行，我们在日本北东北拍摄了20天的影片，产出了50支短秒数的影片。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后端创意的执行团队以及我们的制作团队。那也是有得到客户大力的支持，客户这边呢，我也要特别跟他们说，Kandono Gentiono Minasanwa Arigato Gozaimasta， 谢谢客户的大力肯定。那我是来自台湾的电通国华，那谢谢大家指教，谢谢。